友之间有没有小昵称？我以前叫段星星，叫段不灵，然后我现在叫他段黑黑。我觉得更符合他，就是他喜欢一种极致的黑感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是皮肤越黑越好。他跟我说，赶紧到夏天了，我想晒得更黑一点，然后我就满头问号，我真的不理解。是那个该蒙的年纪。谁的房间最干净？当然是哥哥的房间最干净。大家房间都不乱，然后我他确实是最干净。更喜欢就是收拾，我把一个洗衣间改成了我的衣帽间，好厉害啊，就是很赏心悦目。是的，很会利用空间。谁的快递最多？我刚刚还帮他拿了一个闪送。孙云浩做的饭，孙一航有没有吃过？他好像还没有尝到过。没有尝。对，没事，给你做，给你做。